起来，统神的这个挑衅意味很浓哦。但是不管是不为所动，可以来靠近一点点。他这次都知道了，我讲话不是不管的，我是乱喷的。既然今天要出来打拳，要玩就玩大一点。我这边宣告，这场决赛如果输了，我退出视频，我一定玩掉，抖音、IG 全部锁掉。赶快接。他说不定凤凰退出了，换成什么胖板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换成凤蛙也有可能。你真的是赖嘴，睁眼的猫。不管呢？我问你敢不敢接？你啰啰废话干嘛？你要接什么？我输了，我退出视频了。退出视频关我屁事啊！你去死，跟我没关系啊！你讲什么东西啊？没关系，不敢接。是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早上不敢接我，我出去，跟我没关系啦，闭嘴！还是我来讲话，不过我尊重别人啊。我现在只有尊重别人。闭嘴！来，我现在跟大家宣布第二件事情。怎么讲啊？我早知道在那里。谁跟我讲话？是我准备第二件事情。你让我闭嘴！现在是我来讲话，能不能有你讲话的时间？点啊，可以来看看，可以看到近点。还没有开赛，但是看起来统神的这个挑衅意味很浓哦。但是不管是不为所动，可以来靠近。一个巴掌举起来，全场心漏的一拍，还以为就要原地开打。金泽，可以回到位置稍微休息一下了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三位。你不情我不愿，拳头相碰都好讨厌。网红统神跟凤板两位世仇，一拍完照就赶快离开。双方受邀格斗冠军赛同台对打，18号下午先参加卡斯记者会，火药味就超浓。我这边宣判一件事情哦，赖皮出天堂。我这边宣告哦，这场决赛如果我输了。我退出自媒体 ，YT 关掉，抖音、IG 全部锁掉，赶快接。说不定凤凰退出了，换成什么胖板也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换成凤蛙也有可能啊。戏虐呛虾，让中间几位来宾真的笑容都在憋，而接下来更火爆。跟我没关系啊，你讲什么东西啊？跟我没关系，不敢接就算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早上不敢接我出去。跟我没关系啊，闭嘴！还是我来讲话，不要侮辱别人啊！不懂，有些人值得尊重，有些人不。闭嘴。来，我现在跟大家宣布第二件事情。连续飙几个高音，统神大爆气，好不容易冷静下来，统神也立下战帖。因为我自己大家都知道我比较胖嘛，所以我是先这个减脂，然后减脂的时候顺便增加这个训练这个肌耐力。毕竟两个人现场也有过磅，统神说会减到90到100公斤，凤板再说如果输了就会捐50万到公益团体。双方交战从线上到线下，胜负12月就会揭晓。 TVBS 新闻林云展、林文台北采访报道。